没有开一个，哦，舒服的天气啊，有窗户啊，早起的鸟儿，小张在窗户下，就开个小会，耶，爸爸哈，谢谢他。哦，伸直到，不错。谢谢。啊，你们成人运动都这样哦，你看，摸啊，捏个猴啊，摸猴那那，出来精神就很好。平常运动两个，是我们这支的战队，啊，不错不错。入镜，又跟他，马上来录影，录影，加一加一录影，加一走。我一踩背，而且阳光会刺眼的。我那有。樱花界些凉，樱花里面酱哦，他这么抬。凉香。哎呀，白茶花哦，茶花的颜色打扮到。棒棒棒，火车来了！准备造火车了。来，对呀，来来，哎，赶快来，赶快来，赶快来，赶跟火车造哦！快点，等火车，快点。来火车来了。来气候线哦。来来了，刚刚录影了，你都去啊？还有录影呢。火车来啊！你等火车啊！来来来来。要去拍戏，要去招手。哎。快点，快点，大家排一排，走。要等到火车来。快点啊，露营！快点露，来露营，一路露营。啊，火车来了！火车来了！我一直露营，没关系。啊，快坐了。我买云坐，管着吗？哦，呀，一直露营，那一招手啊，露营。啊 ，OK 了，解散了 ，OK 了。呀！哎，喊我改变了，喊左边该去中上啊！喊左边可以。对，大家走那边去帮他照张相。来，这边拍张照，对对对。我们去啊，去啊，去啊！上不太快去吧。好了，捏了。好了，捡捡。打沙包了。走吧，慢慢欣赏风景。走。
肯定是去个栏杆处，那塔山还打就打过来喊老将啊！啊，过一过。走在哪？因为既然正西边嘛，先去。来，你走，既然走在，既然走在，那既然走在，既然方向走。右，右点右去走。来。就写这个，写刚写个介绍。对呀，我说一叶兰啊，对呀、啊。哦，那个这样啊。一叶兰没拍摄呗。那个就是叶尾兰的，叶子只有一片啦，花叶子只有一片啦。一叶兰哦，哎呀，一片叶子啊，一叶兰。一朵花叫一片叶子。一片叶子一朵花。要不要去读册？都要忙起，这个该上报还是先弄到？因为它单独嘛，单。哎呀，他水上积木，你看，天天才跪落去。哦，要走那个铁道。对，铁之路。一点三公里啊，水上积木很快。你看到啊，这积木是干啥的？左手边该牌楼啊，介绍啊。哦，要去山水积木是吗？水山。哦，水。哦，山水积木也对了。水山。水山积木了。这个，走吧，来去吧。那步道听说也是很不错的。哇，第一次走这里。哇，不错不错。水，走铁记录。水打开，可能呼吸啊！然后现在空气冻活，用嘴巴呼吸，摸鼻子。嗯，呀，哎呀，该你了。啊 ，OK， 我拉过来。
那去去去去下桥铁路。哎呀，我喊我喊过一下，喊过，还蛮多事。哪里看到？哪站过？我们这里啊，还没上一层路，两三百公尺啊，三四百公尺，上一层路。这边好，两三百公尺。哎，先上去，我们现在角度好。哦，也还走得。你尿尿呀？走吧，慢慢走吧。最高就在上面。不错，你了，快上了，快上了。这是水杉巨木啊！到了，到了。哎，南京很多是这样，半蒸红的是，好了，哦，你看他长得，哎，半蒸红哦，哦，哎，还有一个，谁呀？这个能可以红嘞？还剩了，你红了呀？哎，红嘞，我还不知道。
哎，那上回给咱还是凉凉光顾哦。对呀、啊，很特别、啊。嗯。这神父该已经没有活力了。那些了，公园上露营了，上露营了。马嘎了，大家信来熟啊，该整木啊。哦，又要木头。哎呀，该马嘎里头的防腐。你看，你看这个整木啊，马嘎用来给它做那个防腐。早餐喽，喝咖啡喽。对，喝什么？早餐。啊，还有鸡蛋糕。啊，一个100块都贵。啾啾啾！录影，我录影呐，我都是录影。啾啾啾！耶，回家吃早餐喽。哦。承运完成了。阿里山宾馆，阿里山宾馆没有。哎。哎呦，啊，那宾馆是不是最贵？欢迎你，可能。你是有这款多啊？哈，送出来。我值。好吃了，菜你做一个，我都买一些。两顿多了。昨天的话是不是？我没有听到那一句话，只听到你们在笑。火车又来了。那个是啊。内容他还不了解，讲讲给他听讲。他最不要表演，我不知道你哪一句，我只知道哪一句在笑。说是黄狗啊，我不知道什么人讲什么。黄白话啊。还有一种白话，他懂，他按逻辑很强，三博士。哦。
说香香香香香香妈说：“今天去 seven 也卖东西，等一下卖完了啊。”